比如说他们的在发现新的地方，你看每个地方都要去玩。他们会喜欢看手机吗，老妈？他们肯定。为啥？给他们看，给他们看个猫咪。早上做一点东西之后，他们两个开始自己做运动，是吧？社交运动。你说他们在发现新的地方，你看每个地方都要去玩一玩，去钻一钻。有没有吃过东西啊？有、yeah. 啊。你说他们在发现新的地方，你看每个地方都要去玩一玩，去钻一钻。他们有没有吃过东西啊？有、yeah. 啊。什么？